因为立委投票只能做差不多，那现在就因为要年底要选议员，那就终于克服那个懒惰开始做。那我可能只有力气做完台北市的，那现在台南市，现在那个台南的黑客松他们那边也有人在做，然后现在我已经跑完那个会议记录跟议员的资料都有了，那我今天打算是先来做会议记录，那先做个简单的初学习好了，那里面也有表决记录，等到那个比较痛苦，晚一点再说。那我是想说，如果大家有认识的人，然后各县市的就推他坑吧，就是各县市自己的县市自己自己的县市自己救，对，那就这样。